吃呀，先当，先拿，要喂呀。今天中午不是打算烧烤吗？买点带子，吃好一点。一起来吧。还有一款带子更大颗的，鸡尾虾，把它解冻，这小朋友也喜欢吃。他们不是说10点就来吗？ 他们去买东西啊。哦，早上Costco人很多。今天星期六都难多了。我以为下雨天没那么多人。下雨天这里下雨天，吃个包早餐还没吃。吃。你看一人一半，这个很肥啊。我吃这个的，稀里油吃的，很油。嗯，好久没吃了。对。今天中午本来打算烧烤的，天气不给力。 是不是下午就没雨了？对呀，12点。没雨了你就派你出去烤，我们在里面吃。对呀。Hello。Hello。 我开门了，边啊？开咗啦。啊。Hello。 冇啊。好耐冇嚟咧。好耐冇啊。Hello。 小朋友。阿妈帮你。Hello。陌生嘅。Hello。嘿嘿嘿。几点出门好啊？好早。 好早，7点。哎，小弟爷先啦。哎，我有面包，我就唔饿。7点。要啊，要啊，要啦，车车喎。Race car，揸住，揸住，揸住。Thank you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哎呦，好乖，好乖。八富，八富，八零，八零。 啊啊啊！欢迎新嚟。Race car yeah，你要唔要打开先啊？你帮你打开。Red car 系嘛？Red car。Ian 哥哥。Say hello 啦。我要咖啡啊嘛。哦，瘦蜢蜢。你就系食噶啦。哇，买咁多。 费事再揸车去啦！如果唔系咧，呢啲系冇咁好食噶。哦，好搵吗？依啦依啦，你早餐都未食系嘛？肥仔有得食就冇所谓噶啦。好靓嗰个鸭，但系又系咁焗住。烧鸭一只咩？一只啊。哦。系啦。你唔同姐姐玩啊？系啦。姐姐都唔同你玩，姐姐唔同你玩系咪？系咪？ 你有冇hungry啊？佢准备好多肉啊，肠啊、肠啊、鸡翼啊，仲有啲咩啊？晏啲食咪食埋晚餐。系啊系啊，翻去唔使煮啦。晏啲要早啲喎，晏啲都要早啲，即系5点零。咁早？5点零走，再晏5点零走，喺度瞓咯。咁要烧啦嘛？哇！咁样影落我度咪好肥？你以为你瘦咩？ 阿爷去咗边？阿爷去咗边啊？爷爷咧？香港。香港，好叻啊！生日啦！关唔关住阿爷？有冇挂住爷爷啊？挂住爷爷。挂住爷爷。唔系怕订啦，即系话，因为佢系想买啊嘛。第一次见。Thank you 咁啊。Thank you 哇，很厉害！他讲话很多话讲呢，很厉害哦。嗯，他很多话讲呢。他笑容很好。几岁的？你几岁啊？给你。几多岁啊？给爸爸。几多岁啊？给爸爸。几多岁啊？食完早餐饱到而家，食咗少少呢啲。我都饱。 你姐啦，因为她有吃那个糖尿药啊什么的，所以吃的不多。唔系，同加埋你近排啲癌有影响噶嘛？啲癌癌唔到咯。哦，咪系咯，你已经瘦到皮卜骨啦。太瘦啦，不行。我想肥。你的割点肉过来。割点肉。哎呀，我都觉得自己瘦。系啊。 好辛苦啊，耕田，种田很辛苦的。哦，对。马上做一下满身痛，满身痛，痛了几天就不痛了，不管它，痛了也要做，痛了更不好睡。痛了，因为全身酸痛，好难瞓噶。你唔踩骨？冇用啊，嗰啲有骨里边发出嚟嘅。哎，Costco 而家好多亚洲嘢，你知唔知啊？
即係新年。唉、哎，我哋唔行噶，自自著著咁唔知買，係又睇下牛啊咁樣噶咋。睇下牛？咩睇牛？牛肉啊！哦、但係貴到死啊！次次都係得個睇字，冇買啊！哦，出邊麻麻麻麻，麻麻喺出邊啦。叫孩子出嚟啊！我冇所謂，叫你啊，你手機，麻呀。谁呀、啊？谁想做？随便啦，谁想做都可以、啊。现在都很湿。你真乖呀，要经常来呀。好。今日好先系冇太阳。系啊。有太阳就坐喺度。好似寻日咁样就一流啦。系啊。佢啲蘑菇嘢喺度慢慢烤。帮你浇水呀、啊！呢个系咩？章鱼嗰个眼啊？唔系，墨鱼眼啊？墨鱼眼系系系，墨鱼眼。嗰、那个墨鱼嘴。墨鱼嘴，嘴定系眼啊？墨嘴。墨鱼的嘴。Chicken wing， 正唔正？卡罗记唔记得啊？嫲嫲给你洗澡澡啊？记得呀、啊。冲完了就冻啊！成只咁样，系细只，几只，乜都熟啦。大子，大子，大子食，烧完就变好细啦。我新嘅大龙虾开咗咯喎，我见到啊，寻咩啊？我睇小红书好多人写，都系喺度加价。哦，加咗啦。就好光噶啦嘛，一排啊十个咯，十个。叫。八兩媽媽拜拜啦，拜拜話俾我外婆聽，我哋走。哦，得，走，拜拜。哇，自己著鞋啊 ，Austin。啊，係喎，唔理佢啦，已經著反咗啦。哎呀，反咗咯喂，著反鞋咧，坐咁坐低喺度，啪啪坐喺度，嗯。拜拜，我食过咁多啦。上车，这个太高。姐姐呢？哈哈，姐姐，演了姐姐。哈哈。姐姐仲怕丑，仲怕丑过佢。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你。嗯，连接咗佢啦，小心揸车啊！嗯，拜拜，下次再嚟玩啦。OK， 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